干饭人，干饭人要吃就吃酱母蟹。称一下这只酱母蟹有多重啊？我这只酱母蟹2.3斤，今天晚上就吃它了。酱母蟹，这是一只2斤3两的酱母蟹。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酱母蟹。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大？切，先蒸一下。这只螃蟹，不是所有大的母蟹就是蛮黄的，这个就大，2斤3两，但它的黄真的是特别特别一般。我这个得慢慢吃，你们看这肉都是拿出来大2.3斤的酵母蟹，吃了累死我了。